就是阮的车站，阮的车站已经从旧的车站换来新的车站。阮的车站离明仔载后日开始要来整理，要来围起来了。要来整理阮的二级的古迹，就是阮的车站。但是阮的别墅，伊原来过一段的别墅啊，就是阮的新的车站啊。啊，今天阮车站停车场，停车场也来整建啦。我的工厂也是在开始在修理了啊！啊，将来我们两个进一些景点，会将来参观的，我们两个还用介绍东西。啊，时间呢，请咱两个来看右手边，这种的是阮早期，阮的高钢架的钢架车啦。咱今仔目前这些嘛是咱的钢架车啊，经过阮的改良，阮的。这起来就是这两天我回他家了。来看到我们的左手边，哇，倒秋瓶，这里是我的秋瓶车。那小弟两边是咱的铁路标，铁路标马快就下了，这是在载酒精，但是我们算了中间，这是在载我的糖蜜。糖蜜有足的功能，糖蜜会当做酒精。这好功夫，这里的证书卡，啊，就是我们三公司，他特殊的装车辆啊，啊，今天难得机会，坐在咱两个，你叫来游园佚佗，而且往回差不多有35分钟的时间啊，啊，因哦要载着咱两个，再来。到咱的嘉义高铁站，去看到阮的高架，去看到阮的草香，闻到阮的草香味，去品到阮的高架。因为阮家己公司目前正在采收高架，但是咱的运气也好，去到咱的泰国，就看到阮的中路文书啊，阮的卡车，闻到阮的高架啦。而且慢慢。以45公里至10公里的速度，慢慢的，诶，载着咱两个离开咱的地区了。首先，要来请着恁两个，要来欣赏着咱第一项的古迹，哇，是咱的二号的，是咱的青蛙鼻，古迹的第二项啦。那个是八角，这是咱扎起呢。是阮的警卫室啦，啊啊，就是阮，但是阮从顺达门口上掉啊一个警卫室，啊，一个车慢慢来到这个所在，咱来看左手边这处，这是一个叫做“假乐记”的，它叫做六角箱，反差的六角箱，在我们嘉义县来讲呢。六角乡不仅的看到这里美景，这里加这里那个棒球场，这里那个破土场，这个很空气好，所以加空气加热。咱两个有这个机会，来到阮大家用上头的季节观来服务大家，因咯，哇，一旦去种一挂，哇，农村小的一挂农作物。啊，一挂花花草草。那卡乡虽然讲是一个中华所在，不过那卡乡啊，过去出一个出起来名的，是咱陈华副长，我们的廖正老先生，他是咱卡乡的主编。那呢，18期的主编，侯市长侯友宜，他是咱的卡乡的主编啦。哎，他每天来到这个所在呢。我来请着咱两个，咱来看左右两边，左右两边，好看这个土地，可能是阮大林公司的土地啦。大林公司，阮大家用生产公司这土地，真正有够多啦。别看咱的大林科技厂，咱的富国人呢，咱的大林管就所在地，长庚医院、长庚大学。废弃嘛是阮大林公司的土地啦，大林公司是咱的国营事业，也是咱台湾的大电视啦。像我们左右两边所种的树木，
这个是咱的羊皮甲印度烟花，伊这个飞机已经慢慢在结束了。起码目前我们在开会的是咱的红花火云木，大概咱这个七万分。紧接着带我们荣誉个人之后，是咱的阿婆乐。阿婆乐即将要登场了，所以来到我们岳家乡汉南糖厂呢，哇，一家跨到咱的飞，阿个天中一块，咱的合作社会，各地的咱空气，哇，新鲜的空气啊！今天我们搭的就是我们的五分车，哇，多扎铁木有哪家啦？啊，人家你敢知影？目前咱就是治疗天气了，对，治疗天气了，哇，那个是必然在做咱的那些，这个机会了，它是一条百年铁路了。因为早期呢，台湾经济不好，交通又不方便，在我们六角上的这边呢，早期都没有客运车在跑。都是靠着我们台长公司的糖铁呢，带着我们这边的乡亲，都去我们的雪山嘉义去上班上学做生意啊。但是随着台湾经济起飞了，啊，我们交通不方便了，台长公司呢，我们的客车也就来功成身退了。来，先到我们的左手边，哇，左手边，这边就是我们的转运台。这是我们过去为我们顺德糖厂啊立下无限功劳的转运台，如今也没有再使用了，所以这也成了我们这个古迹了。打一列车也慢慢来到这边，哇，再请我们的客人来看看我们左右两边，左右两边非常喜欢大家公司说起的旗吧，这是三米旗，而且咱也特别喜欢桃花心木，那个你们能看到小桃花心木的树啊，哇，无介水。其实桃花心木这个树啊，是上较高级、较耐用的一种树啊。桃花心木将来呢，是要来有什么啊？要来做着咱的高级家具，做着咱的钢琴，做着咱的手提琴，就是这个桃花心木树啊，假设。哇啊！桃花心木树啊，真的哇！咱这边啊，注意看下嘞。哇，有这大粒嘞，都是咱的自然奇异果。哇，啊，咱听侬个说讲，安尼飞机那个果实会价钱无？应该是袂价钱啦。而且果实这么只甜嘞，你咧用手啊掰掰袂开哦。你必须要用啥物呢？用咱的酒头。用咱的贡鱼啊，加起来贡鱼啊，啊，就是咱台湾小宝的客来啦。来，啊，台湾小宝之前爱种多久？听讲爱种一二十冬，啊，一二十嘞。啊，目前你就啊种了正十冬去啦，啊。来，看看我们的左前方，左前方你也看到那条长长的巨龙，这是啥物？首先咱大家拢冇知影。这是咱的歌姬啦，哇！国美歌姬大家嘛真欢喜，歌姬为咱台湾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交通方便，所以头前有咱的嘉义歌姬党啊，所以我们火车慢慢啊行，你头前呢啊准备要来停止了，因为头前是咱的是咱的终点站啊，终点站啦，那么火车。必须得掏钱啊！这边要来围城了啊！就是我的大义副队长啊，大义副队长掏钱啊！今天我们的客人难得来到这里，招财啊！今天是咱大义祖乐山太伯啊，太伯了啊！啊，回家你家要来停止了啊！这边要来围城啊！这里咱那个。就等下，我就唔哭啦。
咱大家你有看到我的司机啊，大哥啊，已经啊对车顶啊，哇，往右要来塞火车啦。那是阮大林公司一挂较优良、较好的驾驶，咱的服务人员啦，啊，啊来为咱人客来服务啊，啊，你也看阮的火车，伊无论是启动还是种种方面啊，哇，伊的技术拢是优良的，袂歹一个啊工作人员哈、啊。来，我们准备回程啦，因为我们今天的客人比较少，所以我们大家把它放轻松。啊，这样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可以聊聊天啊、哦。啊，平常我们客人多，我们就不能坐在椅子上了，因为我们的感觉好像啊，让自然比较放松一点，还 OK 了啊。啊，今天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钻石糖厂，喜欢的话我们那家啊，距离已经一百米了，哇，新的距离把它开始了。啊，新的一年也是阮蔡大堂厂上高端的一年，因为阮用阮的今年七月呢，阮火车要来铁路要来延时了，要来赛季到底呢，要来开始做了。因为阮的泰勒被叫去到高丽站，啊，这是一个足大的工程。咱公司也开了几啊千万哦，要来做这条铁路，要来到高丽站。被人载人过了，啊，我的车厢呢，你看我们的经历了，我们的车厢已经旧了，必须要更新一下。所以咱那边，你来今年这呢，哇，说不定我们的客人就可以坐上我们的五轮车，去我们的高铁站载客人了。在明年呢，还有机会，我们的火车再把它开进我们的布伦南呢。哇，从我们的高铁站再给咱两天，再来咱的故宫站呢，换给咱的广播。所以一起注意，来来看看左手边，哇，开个红色的花，右手边大概就是我们的红花风铃木。哦，你们基本上都可以回了啊！啊，大家要用我们关注一款，当真是机会，其实呢是机会啊！那个就是我们的红花风铃木。所以我们今年很不应说每年我们赚到的这个业绩每一点都有钱，所以我们的车站也要来进修了，我们的停车场也要来做彩绘的停车场，我们的中庭也不会完全了，所以每人两个整个的国家拥有啊，网站会难赚，我们的客人要来找人家这款的我们的家里啊，都是喜欢有关的钢筋，所以我们来我们的研究机呢，可能要一个小时了，所以将来我们也很忙了啊、哦，很忙的。来，我们这车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园区了。现在呢，可以来我们这边左右两边，你们的拖地箱收起来，你呀，我拢喜欢带东西的钢架了。我的公司这个拖的有包含客家，他们记住我的平常价，包含平常，他们记住我的单位，记住我的应急率，跟我的抵押品，所以我的公司这个拖的都不会停工的。我的公司你们日记时代你们有点巧的呢。我的公司有四十几间分店，我的店有我的房价，加起我们的新店、台中、台南、屏东、高雄，咱的花东，你再讲起来，都是我的房价了。但是这些房价呢，最近刷上，哇，不得了，高级，要换回家。弄到一条小巷，哇！这有咱的村呐，拢去大销，恁讲好了是一间呐，就怕无一间。阮家的公司原来过去了几十块，可是恁台湾不只个经济，真正系感谢着咱大的公司，咱全国的老百姓。
用用用着咱的血脉来变出来的。但是是在咱的骨底瓜，伊个帮瓜属于的。每下阮但是骗着阮的感情，拢是了钱啊。咁个了钱的生意是无人在做，所以阮的董事长，也是阮的大头家啊，不是要来怪罪阮的工厂咯。所以四十几年前，大家出来去，是咱的富贵同志。阿兰鲜花台球，进行台球，落去，让人看到台球。所以这个东西啊，需要去专业。你看，我们有观光事业，我们有房价，所以我们在台上，又我们在展会，又我们在生技场。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你们当时用，第一次打包，第二次参与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转变完蛋往前走。你这把空隙里呢这个东西慢慢来转运成功了。就是呢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我们的董事长陈董事长陈昭义董事长。而且我们代表台湾董事长呢来说一声感恩谢谢啦。为了祝我们两个大概有几个新的经营呢大概都他平安跟他顺利啊我们车也慢慢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景区的稍等一下呢我会跟我们客人一一来分享我们台湾公司的一些古迹跟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客人来跟我们顺手商场来多一层认识我们台南公司的文化啊！来到我们顺手登场，哇！看到了我们的建筑，我们的车辆，还有我们的车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间百年的老糖厂，哇！专程从我们台中，我们的桃园，哇！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顺手登场。今天来到我们顺手登场，我们有什么景点，有什么好玩，可以去逛一逛，走一走。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假日了，所以有一些设备呢，我们也没有开放啊。在我们的右手边，这是我们的车库。我们的车在这边车库，它在这边在这边停的。在我们的右手边，大概就是我们的司机大哥的办公室。曾经这边有100多个员工。在这边上中班，哇，可对，早期这边的工作量蛮大，业务量也蛮多的。排队可以慢慢来到这边呢，请我们的客人来看看我们的右手边，这是一台65年的蒸汽火车，
啊，将来有机会呢，我们要开着我们的蒸汽火车去高铁站载着我们的客人。上面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百里车站。我们的百里车站即将要起航了，起航了。那我们的北边呢，右手边呢，那就是我们的设计。等一下啊，去逛一逛，走一走也不错啦。在我们的右手边呢，啊，这是我们的绿能馆。等一下，我们的客人想要去走下绿能馆也不错啊。啊，在绿能馆的左边呢，有我们的四圣，有我们的一法君，我们的师母也曾经在那边待过。有天珠教主，天珠教主也在我们的车站开过会的。哪一位客人慢慢来到这边呢？再看看我们的右手边，哇，我们这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个礼节。就是我们的黄雄董事长用的机会就是在栽培我们家一些的优秀下一代的，就是我们的李德俊杰。那我们的右手边这小波人物呢，就是通往我们的长寿列表，我们长寿列表被前辈可以的。等一下我们的客人想要去走一下我们的长寿列表也蛮近的，他们在这里来到公司第三大的堂上，哇，来这里上放不错，也蛮不错了。啊，请我们的客人来看到我们的左手边，啊，这是我们的工厂哦。台南公司第三大的工厂在这边，你看我们工厂现在整修快要完成了，将来我们带着我们的客人去欣赏一下我们台南公司第三大的堂厂。谢谢，拜拜。看好我的工厂，你在这个左边的南边，为了差点那边右手边，我们的长寿电桥。长寿电桥呢，经过我们的木子溪，到另外一个村庄，它就是一个蒜头村大，所以好多客人很好奇，来到我们蒜头廊坛，就想要配个蒜头脸，买个蒜头回去。但是很抱歉，蒜头廊坛这边没有出产蒜头，那里蒜头又有用一对，你来你不应该的气筒要变得起蒜头做中了。来，我们的车慢慢进入到我们的后花园了。我们的车啊，来这边看很好，再带着我们的客人再回到我们的园区了。右手边那边还有我们的骆驼松，啊，骆驼松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啊，感觉我们的冬天脚步已经慢慢进来了啊。看看我们的右手边那边还有骆驼松啊，啊，来啊，左右两边这边还有枫香，我们的枫叶，枫叶已经开始变色了啊，枫，这是我们的枫香啊，啊，来到这边就
感觉到有点感觉到我们的冬天脚步已经慢慢进来了啊啊，在我们的右手边呢啊，我们的火车即将回程了啊。看看我们的右手边，这边有六栋的仓库，六栋的仓库呢，早期都是征着咱地木木的刷的啊，但是你告诉你这些材料。我也没在接着刷汤了，所以也没刷汤汤底了。后来就是拢咱机关政府比较办活动啦，啊，办活动啊，啊，前几冬啊要办过咱的世界的佛茶会，也就是UN办的还不错啊。啊，我们嘉义县的佛茶会呢，暂时移到我们的中埔乡去了啊啊，这时候。没有在这边办理我们的茶博会啦，但是你三四当前呢，加原本一个足好的机会，就是要咱加国内知名的亚文化专品公司，未来做一个他们的观光工厂，今年以三百八十万，未来完成创造成就，投资我们这边来做我们的他们的观光工厂，亚文的当时立马下欢迎。我们看嘛，足希望亚文来遮办活动，因为伊来遮办活动呢，办公工厂呢，可以带动阮创造中心的老建啦，也可惜啊，竟然亚文没有来到我们创造工厂，但是没关系啦，我们就自力更生，看你怕不怕，进去啊，来这里我来亚文来起来胜利啦。今天我们加持的，我们就是我们的五分车。首先来两个罗马仔呀，五分的车，五分的车要有贵五分的车呢，就是咱阿里山，阿里山嘛是咱的五分的车。我们的台铁呢是咱的七分的车啦。咱的高铁啊，台北的捷运，还有我们的台中轻轨跟高铁。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因为可能前面有出点状况了、啊哦，我们的司机大哥啊，我们的年轻啊，把他刹车了，因为你要不刹车哦，惊鬼鬼样啊啊，我们去查看看啊。司机在前面开车，后面开先来看了左手边，哇，一天一天都不同了，咱的风箱，哇，规站拢是变色了。虽然咱的风箱比不着咱阿万达的枫叶，啊，但是我那看起来，哇，古锥古锥啊啦，啊，袂歹看，啊，啊，想着咱的风箱，应该啊，咱车顶一个大姐，一个大哥，啊，这是较早咱的年代。哇，大家足爱帮挽着咱的枫叶哦，啊，放在我们的书本上来做记号，哇，保存的不错啊、哦，这是我们早期年代呢，我们最喜欢的枫香啊、哦，啊，列车也慢慢准备带着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的延吉了啊，延吉了啊，啊，准备接着两辆车，没有两辆车等他啊，过山洞了啊。啊，咱小姐人啊，看你有那些啊，咱卡扎扎鱼，都解决咱的火车，哇，解决咱的代志，不是买一部房卡，哇，这是咱早期做印象上深的一种咱的木房咱的时代啊，所以我的火车就变来木房卡了啊，啊，我的房卡来不能去来回去，这是阮乡特别。用点咱的看看，修出来电视啦。我那个小朋友呢，哇，啊，他们大朋友，他们来进修点咱的，咱的飞机啊啊啊，慢慢啊，即将要进入到我们的传送里面了。
要来应付着咱二四点钟，咱的工人要来吃甘蔗，所以吃早起要吃甘蔗呢，这是当家人生吼到地方的甘蔗园啊。但是咱的停车场呢，咱的甘蔗园啊，从头到尾开始来做成停车场。咱的停车场嘛，要来挂着咱的农业会议，所以要来做哦。这是一个彩绘的停车场，哇！将来呢，咱那个。所以我们的爱车呢，每个问停车场，哇，你得感到哇，人家停车场叫炸你啊！啊，这车慢慢，未来你可以安全收载了。啊，这车慢慢即将到我们的终点站了，这车你着急？啊，即将要来，终点要来有车了，这没时间嘛，你着急要来结束了。啊，那个如果你也感觉讲，在这出长途的时间，也够有比较停留。现在要去做食饭，较理想呢。另外呢，右手边呢，看到阮大林公司家己经营的特色火锅，哇，去食到阮大林公司所剪的有机米，到阮的有机蔬菜，还有阮大林公司的五花肉，没错。哦，非常漂亮，在做左边啦。啊，你看那个叶成龙呢，你是咱的电梯店，哇，来到阮六巷用蒜头汤酒，吃起来不赶快来挤一边啊，在我们的前面，那就是我们的电梯店啊。啊，列车慢慢即将到终点站了啊，恁准备啊，就咱的行李，就咱的服装，咱的手机啊。准备为了游侠了啊！啊，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顺手广场，一家为了救我们两个，大概低头一块，心肺健康，谢谢大家啊！再见，拜拜，谢谢你们。寿司啊，卖，你也欢乐的寿司，有啊。